有支架，这个没有支架，我要想一下哦。哎，拿个烟灰缸顶一下。不行吧，太矮了。试一下，我快点跑过来了。家人们，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。大宝，你也帮我分享一下。好像还行，还行啊，还可以。家人们晚上好，这里还可以，没有广州热，凉快，天气还可以。嗯，晚上凉快。收到了是吧？收到了，好好用。嗯。家人们，还有人问说，哎，糖糖那个化妆品怎么不是在广州发出来的？家人们，工厂不在广州啊，工厂本来就不在广州。你们知道广州房租很贵，所以我们发货的厂房都是在郊区，懂的家人们扣个一。有家人问说，为什么化妆品发出来不是在广州发的？因为广州的房租太贵了，像发货物流都是在郊区，希望家人们理解，好不好？理解的扣个一。想知道的事情，等一下直播间上人1500人之后，我给大家讲，好不好？你们现在问我，我给你们回复了，等一下又会进来人，然后我还要跟他讲，所以等一下人比较多的时候，我来跟你们讲啊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家人们不用担心啊，帮糖糖分享一下直播间，然后没有送出粉丝灯牌的，我们送个灯牌好不好？送个灯牌，然后点一个小心心，让我们人上的快一点。嗯，香水收到了，收到就好。我刚做完按摩，头发乱的不行。晚上好，家人们。我今天下午心情有点不好，然后晚上心情又好了，因为我明天过生日，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我明天过生日吗？知道的扣个一。所以我们要开开心心的，不要让别人影响我们的心情。嗯，谢谢，好用就好。我跟家人们说啊，其实有一些人他会听信别人说的话，是因为怎么讲呢，就是说当你特别喜欢一个主播的时候，然后主播可能说什么你都会特别相信，这个我都能理解。然后但是有时候你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、聪明的、智慧的一个思考，好不好？就哪怕是糖糖说的话，你也要想一想；别人说的话，你也要想一想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。等一下上到1500人，我来给你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很多人很着急。香水不错，下次我还给大家放香水啊。嗯，很卡吗？家人们，我这卡不卡？很好用，谢谢谢谢。嗯，谢谢你喜欢我们家的产品。是狗子的人吗？你们觉得呢？家人们，用你们自己的思考，我等一下上到1500人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现在还没有上到1500人，用你自己的思考，你觉得我会是吗？你先自己思考一下，等一下我给你答案的时候，你再听一听，你觉得我有没有在给你胡扯，好吧？你用你自己的思考，你觉得合不合理？合不合理？
很喜欢这个香水，我也很开心。嗯，因为香水那天拍了900单，888单嘛，还是900单，然后就是有很多家人应该都用到了。好不好用你自己用啊，你自己用了再说好不好用。家人们，你都没有用，你问我好不好用，我肯定说好用啊。家人们，那不有句话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？你自己用了你再说好不好用啊。家人们，咱们直播间分享了吗？帮糖糖点点赞。我下午我们两个3点多才吃饭。我今天也有跟阿伟说了，感谢邂逅的花花，因为阿伟是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，家人们说风就是雨，家人们认同吗？认同的扣个一。他是一个思考问题比较简单的人，所以我说他像弟弟一样，别人说什么他可能跟一些粉丝一样，就是说什么他就会信什么，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啥好解释的。我觉得聪明一点的人你自己看吧，对吧？聪明的人你自己看吧，因为他头脑比较简单，我不怪他，他不管说什么我都不怪他。家人们，我告诉你啊，不管别人说我什么，今天晚上你想看糖糖撕逼的人，你可能要失望了。我不会撕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管别人说我什么，我都不会去跟他互撕，因为互联网上这个东西，我说白了，互撕就会有流量。家人们听懂的打个懂，就是。只要我们互撕就会有流量，但是我不要这个流量，听懂的打个懂。我只希望跟我的家人我们开开心心的直播，我不需要别人给我流量，我也不希望别人用拉踩我的方式去拿走流量。当然我管不了别人的行为，但是我是可以管住我自己的行为。如果今天我糖糖在这里，不管是说那个不管去说那几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不好，我去拉踩别人，这都不是我糖糖能做出来的事儿。我不是说我这么去做而显得别人很低级，我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你们可以去看我怎么做事儿就行了。我不会去拉踩别人来去搞流量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这样把人品给丢了是很不值得的。我以后还要做生意，我还要交朋友，我还要做事情，我不能我为了一点点流量跟别人撕来撕去，我觉得这样会把我自己整得很低级。对，我在街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卡，所以我不会说的，家人们，卡了。现在还卡吗？太卡了，不用理会，不用理会。太吵了，因为我们在
逛街，在外面在逛街。嗯，声音太大了，这里有点吵。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啊？这里太吵了。